大家好，我是红烧。好，那今天来分享的是特殊主题酱的紫酱哦。那这个的话是解番味游侠，然后它是吕蒙哦。吕蒙的话，这边的技能稍微看一下，灼烧两个回合哦。那再来的话是灵统哦，灵统的话是解番味加游侠，那一样哦，它是进化技能哦。然后啊，对哦，主题技能我要给大家看一下、哦，合肥之战，双攻加20%，然后合肥之战，初始怒气加1，所以这个陆逊就直接两怒了哦。那第三个的话是对灼烧武将造成伤害的时候哦，然后会使友军额外启动一次，然后对中毒武将造成伤害的时候，会有机会造成伤害哦。希望毒症会变强哦。那再来是张红哦，张红的兵种张弓张红，解番位水师哦，技能是这样，张昭解番位水师，我、哦、技能是这样子哦，江东之望。哦，这个胖诸葛哦，解番位方士哦，那是获得不死状态。哦，吴秋俭谋士飞熊军。回复一点怒气，然后李典连奴兵、青州兵，那他是长者之风，那他的话是最高攻击武将造成240的计策伤害哦，然后也会中毒。哦，那再来是魏国的蛮宠兵种的话有游侠御林军，然后他的话也是这次好像是比较偏毒的哦。还有灼烧中毒，然后会有机会受到80%的物理伤害哦。OK， 那就到这边哦。这一次总共有12345678 9八只武将哦，五只五的三只位的哦。那我今天片就到这边啊，那谢谢大家。